下来请继续收看创意理财，尽在运通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价钱投资》。现在美股跟台股同步阐释的是一个强势多方格局，你要把握住任何可以上车的一个机会。上礼拜我们跟你分析过，美国股市收脚止跌，接下来它会上涨，不管是科技股还是道琼都是如此的分析啊。连续大涨两天之后，前天晚上川普说要退出伊朗的核武协议，当时候普遍市场上认为，这个消息对美国股市会造成冲击。结果呢，当天美国股市开低走高，有利空跌不下去的感觉。所以我昨天告诉你，美国股市后市看涨。结果呢，昨天晚上美国股市有没有大涨？道琼在往上走高，创下波段高。科技股一样啊，在往上创下波段的一个新高。所以美国股市是如此的强势，对台股现在的双底的结构当然具有加分的一个作用。整个台股再来看一下，当时不管是第一只脚还是第二只脚，同步的出现拇指转折向上讯号。我给你买点两次，不管是左脚还是右脚，你有跟的强不强？台股呢，黄金右脚的魅力对月线这个短压不会是压力。我昨天已经跟你分析过了嘛，昨天台股来到月线嘛，很多人看到上影线月线是压力，压力会不会过？多头行情看支撑，不要预设任何立场跟压力。遇到压不会是压，但是遇到支撑它就是支撑。强势个股多头行情要懂得做好回撤支撑的一个介入时机点啊。所以台股我昨天跟你讲过啊，支撑是越垫越高啊。支撑是越垫越高啊，现在连月线都被突破了啊。所以简单一句话，任何的拉回站在买方布局主流的强势绩优股啊。现在强势主流是哪一个类股？当然是被动元件的啊。今天你所看到的是5317的凯美有没有大涨，再创破断新高。整个被动元件的凯美啦，我说过啊，这边我没有做价差啊，因为这是普通会员持股，人数很多啊，做价差有时候会踩到自己啊。4月23号为什么可以亮灯？公司获利到要进啊，要现金减资退还股东啊。凯美预计今年度会赚两个股本啊，所以我认为股价六字头偏低啊，本益比几倍？3-4倍，是不是？所以整一个凯美的一个架构，当这个消息反映在股价身上，你就不要怕跌啊。隔天20号回档修正，来到60块钱的凯美，我说没卖啊，跌的时候我告诉你不用卖啊。接下来你就看到上礼拜我凯美亮灯涨停啊，投资价值渐渐的浮现。今天的凯美呢，一开盘就冲出去了，来到68.8，这叫波段高，这叫波段高啊。所以之前低档有跟我买的哪一位会员没有赚到钱？这是你看到主流个股所带给你的利润跟绩效嘛？包括今天的一个日电贸一样在涨啊，买在这一天啊，礼拜一嘛。所以现在是不是获利当中？所以我要提醒放空投资朋友，你千万不要去随便的放空主流的强势个股。你看一下最近你放空被动元件的有没有被嘎得很惨？在股票市场有一个很重要的基本原则，做多要买进强势股，做空要放空弱势股，你不能颠倒做。很多投资朋友做不到啊，不仅你做不到，很多分析师一样办不到。做多呢，喜欢买进那些感觉股价很低的弱势股，结果一买越买是越低啊，是不是连环套？放空也是一样啊，只要看到股票大涨强势的，就看它不顺眼，就想要放空，就想要去猜那个高点，结果呢被越嘎越惨啊。所以衷心的再度提醒你，顺势操作你才有办法事半功倍，如果你一昧的逆势操作，你只有自毁长城啊。所以现在的行情多还是空？现在的行情你看一下台股啊，双底的架构让今天的台股呢，我如同我昨天的预测嘛，月线怎么会是压力？
今天不是突破月线了吗？是不是配合着美国盘？这是什么走势？不管是科技股还是道琼，这是什么走势？收脚止跌之后，连续五根红 K 棒，为了行情有低点跟我买。这一档行动电源 IC 的昂宝，3月7号我带你卖在300，297、295、300是我带你卖的位置，很便宜啊，很便宜的位置要低接啊，高点要都跟着卖嘛，是不是？所以3月7号的昂宝卖在300，每一趟利润大概都有50-60块钱，老同学很清楚啊，会员当然也知道啊。3月7号卖掉了昂宝，这边不追啊，留一些给人家赚嘛。当它回档修正，已经跌了1个多月哦，很便宜的，对不对？4月20号，我告诉你，你想跟着 DJ 吗？你如果有这个意愿，我一定带你进场，因为它的基本面赚超过一个股本没有改变，3月营收年增率高达52%嘛，所以整一个昂宝的一个架构，股价变便宜了，来到相对低档支撑，我带你接回在228，离300差了72块钱了，10张呢，便宜了72万呢，所以4月27号来到波段低点的昂宝，我出手低接，这时间价位都给你对过了，保证一定买得到，228，我做承接，我们讲过了吗？多头行情看支撑嘛，当昂宝回到相对低档，支撑买点浮现了，我带你接回，带你接回啊！你敢不敢在一档股票跌的时候做卡位？有没有问问你自己，或是问你跟的老师？这个股票你是不是感觉它快跌停板了？这怎么可以买啊？这怎么可以买啊？知道支撑在哪里，你就敢跟我买啊？是你看到好像会跌停板，我看到是一个赚钱机会，行不？赶快，所以昂宝228接回，当天235啊，可以赚7块钱哦。虽然当天的昂宝是跌4.5块呢、啊，我们赚7块钱呢、啊。30号来到250，上礼拜是台股跌了104点，昂宝涨4块钱嘛。要懂得太弱留强，既然他那么强，就给我留下来，好不好？所以来到248.5的昂宝，当然不用卖啊，表现是比大盘强太多的一档强势绩优股嘛，留下来。接下来隔天来到260嘛，10张已经赚了32万了。这礼拜265波段高，礼拜二稍微回档跌了8块钱嘛，剩257啊，你会怕吗？你跟我买在28的，我没有带你出，你在怕什么？你是我会员，跟我站在同一边。怎么进的，怎么出的，我盘中讯息会给你做一个充分的交代，对吧？我来给他叫狗，惊死啊，还不用卖啊，知道吗？所以回档了一天，结果昨天大涨了17.5块，昂宝来到279.5，波段新高哎、欸，波段新高哎、欸，二八是我接回的位置，昨天收盘274，这样我们赚了46块钱。昨天我给你提示，它已经上涨8天，8天叫做一个短波的一个转折。我昨天不是告诉过你吗？接下来它要开始震荡整理，所以昨天的高点你千万不要去追，是不是？所以已经涨了8天的昂宝，我昨天有先卖一趟，9:54，上涨8天，短线的高点到了275以上，先停利卖出，当作价位在277，你去对时对价。275保证一定成交啊，当时现在还在277啊，一定卖得掉，一定卖得掉啊，涨8天了，涨那么多了，我先停你一趟，卖在275，卖完之后昨天收盘是收到274.5嘛，274.5嘛，相对高点我拔档，那我赚了几块钱，我是不是从228开始买的？嗯，228买的嘛，228到275，这样一买一卖是不是47块钱？买个10张花你228万，47万我落袋。那落袋之后的昂宝资金，我买来一档，你知道吗？我买来一档，我就是去接回上尾啊。我就是这样，出掉旧的一档，换新的一档嘛。不然你去问一下我们尊龙会员嘛，我们是不是这样带领会员操作的？所以整一个昂宝的架构，昨天高点卖啊，卖在275啊。今天昂宝呢？最低是269啊，其实昂宝的架构我没有看得很差，只是说因为我们已经赚了47块钱嘛，那我刚好又要
哦，皆为上委嘛。那汇仁资金就这么一套啊，出掉一档赚蛮多的，换到一档相对低档又准备起涨的个股啊，这样不是很完美吗？所以整个昂宝的架构，昨天9:54275以上卖嘛，卖掉资金10:15去买上尾，回到起涨点止跌啊。昨天上尾96.5附近买回，当时价位经过1分钟96.3啊，你去对时对价，平盘价附近96.5买回上尾。昨天买回之后亮灯呢、啊，买在相对低档关键性的转折，昨天赚一根。这张股票之前我们带领我们会员全身而退，没有错吧？之前10月19日第一趟卖在183.5嘛，这一趟21.5的价差，打下来153接尾啊，差了30块钱嘛。10月25日153接回上尾，26日160卖呀、啊，转弱就要卖嘛，这样子，哎，赚7块钱哎、欸，啊，如果不卖，不卖呢？这次上尾跌很凶啊，160卖出了一个上尾，当时跟你讲过，转弱跌破月线暂时不会接尾啊。四月底我告诉你，我暂时不会接尾，因为它要进入所谓的中期回档修正，所以这个卖点真的很重要。160啊，你没有跟我卖的，本来赚7块钱的，可能会蒙受相当大的损失啊。对，160的卖点啊，打到昨天。一张差了60几块钱呢，10张差了60几万呢，是不是？所以高点你有跟我卖的，上围的未来的基本面产业结构有改变吗？没有改变的情况之下，昨天打下来，回到起涨点止跌了。昨天有没有买？有没有赚涨停？再来看一下昨天的讯息，10:45上围回到起涨点止跌，96.5附近接回，当时价位在96.3呢，平盘价附近呢、啊，买呀、啊。你高点跟我卖的，卖在160的，那么便宜的，你不觉得是一个物超所值的买点吗？我们有没有把汇仁的资金花在刀口上？上涨那一段我们赚取可观的财富，下跌这一段我们避开它的回档风险，接下来继续赚利润。股票市场上就是一个波动循环嘛，那个波动循环的一个高低点，你如果看清楚。你做股票风险接近零，赚多赚少而已嘛，是不是？所以整个一个上尾，昨天96.5买回赚涨停，今天上尾跌哦，跌哦，黑黑棒跌，需要怕吗？高点你有没有怕吗？高点你没有卖，你才需要怕。如果高点有卖，昨天这一根涨停板真的很有价值，很有意义啊。所以股票市场上都是安尼啊，高点卖，那接下来股价偏便宜了，你不觉得你一个操作很轻松吗？看你要不要接而已嘛。但是如果高点没卖，哎，真的很辛苦哎、欸，变成等解套哎，明明赶快去高票，我们零失误，纵使今天跌啊，我们继续获利啊，是不是？所以对未来行情，你还不知道如何掌握的，今天谢老师推出一个母亲节520。520我爱你吗？妈妈我爱你的专案，礼拜天是母亲节，大家都知道。那为了迎接这次520的行情啊，特别推出这样的妈妈我爱你520的一个专案，你务必把握庆老师所要拉你一把的心意。谢谢啊，再回到节目内现场。稳住，抓住桌角。更多防灾常识，请上台湾抗震网。陈文董顾蔡老师祝您母亲节快乐，特别推出“妈妈我爱你520”专案，现在入会只要52000，只要52000，参与专线02-2752-5868-27525868。巴菲特。成功投顾蔡老师运用巴菲特价值型策略精选持股，稳健操作，是全市场最实在最诚信的分析师。新人蔡老师是您赚钱的开端，速洽专线02-2752-5868，2752-5868。
陈东投顾蔡老师祝您母亲节快乐，特别推出妈妈我爱你520专案，现在入会只要52000，只要52000，参与推荐02-2752-58682752-5868。现在加入蔡老师行列，即刻获得20年操盘经验的精心著作《价值型投资操盘心法》彩色精装版，简单易懂又实用，让自己成为操盘手的最佳利器，一出在手，受用无穷。立刻拨打入会专线02-2752-58682752-5868。平常工作时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，所以休假时我喜欢隔绝一切嘈杂，让自己沉淀，享受这片刻的宁静。Choose your own life， 鹅牌气密窗。欢迎回到节目的现场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档生技指标股中影，我如何帮会员创造141块钱的利润？当时4月18号，中影强势表态嘛，我255开始买，买了之后我还在加码268嘛，强势个股买进加码爆波段，很简单，但是你会不会这样操作？所以加码完的一个中影呢，卖在309嘛，两笔单95块钱卖。309高点有卖嘛？低点292接回啊，差了17块钱嘛，低接回来啊，低接回来之后呢，5月4号啊，338卖嘛，三笔单141块钱利润，很清楚的脉络嘛。所以整个中影呢，相对高点我拔档卖在338，今天中影剩313，差了20几块钱啊。那中影可以接回了吗？可以接回了吗？不要去猜啊。我可以跟你讲，我还没接回啦，所以整一个中影的架构，5月4号啊，高点卖在338，那卖完的资金呢，往哪边摆？我讲过嘛，我们给予会员投资组三档，一定出掉旧的才会进新的，我绝对不是先一档挨一档啊，每天我都分析不一样大涨股票来吸引你目光吗？如果一位分析师每天都介绍不一样的股票，代表他们会员持股10-20档哎。这样你跟他的风险是不是很高？我们要给你是活力集中的效果，出掉旧的再进新的，维持三档投资组合啊，这样的资产才会产生极大化嘛，是不是？所以上礼拜五中裕9:18338卖掉的资金，你是不是可以跟我买科研11:32呢？科研基本面的分析，技术形态支撑在65嘛，所以67.5以下就买。当着交易经过一分钟67.2啊，你去对时对价67.5以下一定成交啊，出掉就了一档，资金是可以买进新的一档，很清楚的操盘节奏嘛。所以上礼拜五为什么可以科研可以买，这道支撑叫季线啊，在65啊，股价回档 ABC 波修正来到支撑，站在买方嘛。我常跟你讲啦，多头个股回档看支撑，来到支撑一定可以买，是不是？所以整一个科研光是2月份单月的获利就已经接近去年整年度的水准了，一个月赚赢几年啊，这种股票来到支撑可不可买？上礼拜的科研是跌到65.3啊，波段的低点啊，打波照近一点没关系，你敢不敢在这个位置买科研？波段低点哦，没有涨哦，是跌哦，谢老师的反市场操作，喜欢在一档股票跌的时候来到支撑，告诉会员逢低买，风险比较低嘛，是不是？所以当天上礼拜五嘛，科研最低65.3啊，我有买，没有办法买到最低啊，是不是？我买在67.5以下嘛，没有错吧？买啊，买了之后礼拜二有没有亮灯？拿72。今天科研呢
又大涨了 6.5% 啦。它涨完了吗？它涨完了吗？最低点被我抓到，现在的一个季线支撑呢，依然往上助涨啊，所以它当然还没有走完啊。所以一档股票如何赚取它完整的波段行情跟利润，你给庆龙老师时间啊，我就给你波段啊，我没有在每天跟你冲来冲去的、啊、对，每天冲来冲去干没好呀，手续费交易税都被课光光的啦，你的资产是不断不断的被侵蚀掉嘛，你要的是波段，股票市场上顶尖赢家靠波段夺取暴利嘛，是不是？这档 GIS 叶城4月20号，我说他赚两个股本呢、啊，殖利率呢 5%、啊、高殖利率又高 EPS 个股、欸、你看一下当时4月底他是不是一个底部，现在它还是一个底部啊，对，从379沿路的回档修正，这边我什么时候告诉你可以买？嗯，它跌到155哎，腰斩呢，赚两个股本的公司哎、欸，这边我都没有碰，这边我随便碰，就在猜低点了、啊，就在摸底呀、啊，你懂我意思吗？所以呢，等到它哎、欸、有落底的一个讯号。开始形成一个底部嘛，所以我在4月20号告诉你底部结构完整安全了、啊、天量供给量啊可以买啊，25号它跌平盘一下买，26号再跌跌8块钱的 GIS 176.5附近，我怎么跟你分析的？平盘以下可以低接，伊咧落伊唔是 key， 我跟你讲会使买。谁有这方面的能耐告诉你一档股票在跌可以逢低买，我所做的事情可能是你其他节目看不到的一个内容，因为股票市场上赢家真的是少数，你想要成为少数的赢家，希望我今天所推出的妈妈我爱你、啊、我爱你就是520的专案活动，你自己把握一下520有没有行情，看美国盘看台湾盘，我已经讲解得太清楚了，大盘给你是个方向跟策略运用，方向如果看对了，再配合着我给你正确的策略，会赚钱没？会赚钱没？4月6号 GIS 跌到176.5啊，可以低接啊。今天 GIS 不是来到183了吗？跌的时候跟我买是不是比较便宜？啊，会不会赚钱？要赚多少？看你用多少资金来跟我合作啊。礼拜二我告诉你一档瓶盖股的绩优生，股价跟叶城一样跌得够低啊，可不可买？苹果股价不断的不断的创新高，我相信给予很多人很震撼的一个影响，因为之前太多人都看不好瓶盖股嘛，所以这档股票回档修正，双底安全结构，好几万张的成交量、欸、因为它股本119亿、欸、这档股票是哪一档？华通啊，119亿啊，当天的成交量4万张。我说这种量能的股票，你来跟我合作，不管你用多少资金，一次499张，那个敲落买得到，也很容易出得掉啊。重点是我要给你破断了、啊，是不是？所以礼拜三119亿的华通，我说你要给我时间呐、啊，我才有办法帮你争取破断行情嘛。昨天的华通成交量7万张啊，我介绍股票足以让我们全体的普通会员可以一起上车，也可以一起的安然下车啊。看大基的股票很多人不喜欢，因为你没有看见它的未来，有时候大象跳起舞来也是很优雅也是很好看的啊。所以整个华通呢，今天股价呢有没有来到波段高？34.5块，礼拜二你家对，礼拜二这个华通双底安全结构嘛，最低31.25啊，收盘是32.8、啊、今天华通呢已经来到34.5块啊，慢慢的涨，我们所给你的是波段行情啊，你要跟庆老师合作的是长长久久啊，不是只有一个礼拜一个月嘛，是不是？所以今天呢有一档股票形态突破又出现天量攻击，
这个形态跟量价跟当时候的 VHQ 太雷同了。四月十六号的 VHQ 出现天量，形态又突破。当时候你跟我买有没有波段？当时候这个位置啊，四月十六号 VHQ 啊，是不是一波？所以今天这档股票基本面一样很漂亮哦，赚大概一股本，每月营收年成长两位数字，赚 9.54， 每月营收跟去年比较是成长两位数字，如此的漂亮基本面配着形态跟天量攻击，未来当有波段行情，邀请你跟我一起来掌握，不晓得如何操作未来强势主流个股的母亲节的妈妈我爱你520的优惠活动，我希望你尽早来掌握，明天见。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YouTube 运通财经台，任何时间、任何地点，听个到、看个到。YouTube 24点钟线上直播上钓时，分析师精准盘势解析，随算随看，真方便呐、啊。YouTube 运通财经台频道，不管是跟你 online 在一起。陈董顾蔡老师，祝您母亲节快乐！特别推出。妈妈我爱你520专案，现在入会只要52000，只要52000，参与专线02-2752-5868-2752-5868。巴菲特，传统投顾蔡老师运用巴菲特价值型策略精选持股，稳健操作，是全市场最实在最诚信的分析师，新人蔡老师是您赚钱的开端，速洽专线02-2752-5868-2752-5868。传统投顾蔡老师祝您母亲节快乐，特别推出妈妈我爱你520专案，现在入会只要52000，只要52000，参与专线02-2752-5868-2752-5868。